口袋骑兵喽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我创公会了，好不好？有人要录吗？话说我这集有点不爽我这集想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角色。过太久了吧？不觉得他角色很像不会在？啊，我的公会没有人录，那加油球啊！反正有玩的参考一下吧，我要继续玩了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所以，反正我刚刚升个高牌一定会欠钱的。我跟你讲正经的。所以就是先升金矿嘛，因为金矿越多，代表你挂机的数量越多啊。毋庸置疑啊。然后咧，你才会当甲迄落，去甲因救一下安尼。我想即种个你当慢慢甲伊好起哩。我想安尼动作，是袂歹耍个。这个可以吗？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其实它会提示你什么跟什么可以喝。对啊，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基本上就可以下线。好，拜拜。反正我现在卡在这边了，我们就这样一直弄下去。如果领钱没供，应该是嘛是浓浓手游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，就是你每天其实可以去刷一下原整啊。